前几天，有网友扒出了一篇2016年北美吐槽君发的投稿，发现更多细节都跟最近站在风口浪尖的张丹峰、毕颖很像。投稿中写道，2015年左右自己在央视的剧组中认识了某男明星，两人在电视剧即将杀青时发生了一夜情，之后两人确定关系，开始了地下情。后来投稿人发现该男明星已婚，而男明星还趁投稿人在国内期间往返4次来看他。随后就有网友扒出投稿人的朋友，也就是故事中 A 的助理，和现实生活中 B 的朋友是可以完全对应上的。也有微博截图为证，还有网友发现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很多地方都对得上。而今天有媒体采访了事件的女主角毕莹，她正面回应了北美吐槽君所发文章中的女助理爱上男明星的投稿，称没什么回复的呀，又不是我，否认了此事与自己有关。在被问到是否会发声明或者走法律渠道时，她回答到这个看风哥欣姐一死到后续进展，橘子君会持续关注的。你们真是橘子君见过最优秀的一届网友了。